龙哥，等咗好耐啊？啱到啫嘛，诶，坐啊。好啊。呢位系。好，我女朋友，叫声龙哥。B B 啊，嗰边有间大商场啊，我过去行下嘛。嗯，好啊，咁你去啊。哦，好啊。咦 ，B B 你真好嘅啫，龙哥你哋慢慢坐下。喂，希仔，呢期巴闭啦，换咗画啦喎。唔好笑我啦，龙哥，我以前穷，冇本事就冇办法啫。咁而家有啲环境啦，咁冇理由虐待自己噶，系咪？咁你以前嘅女朋友都对你几好噶？系对我几好嘅。我唔掂嗰阵，佢都好撑我，谂尽办法帮我翻身。我有今时今日，佢都一份工。点解仲要分开啊？可能性格不合啩，你唔知噶啦，龙哥，佢有时好鬼烦噶，成日都好似唐僧咁，咦咦我。细佬啊，你都识讲啦，一直以嚟佢帮咗你几多，你自己都知道啦。一个女人肯帮你挨世界，佢在乎嘅。不是你的成就，他是很爱你的。我都知道他真的很烦的，我这么大的人了，他什么都管住了。唉，我告诉你，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不是你自己，是你的伴侣。低潮的时候他陪你，你发脾气的时候他忍你，那你不开心了，喂，他又哄你吧。咁你以为佢搏咩呀？佢用佢一切嘅嘢嚟搏你真心㗎咋。佢管你呀都係关心你嘅啫。咁唔通好似嗰个妹妹仔咁样，佢淨係关心你嘅户口有几多个零咩 ?BB, 我返嚟啦。哇 ,Jenny, 你冇嘢呀嘛，行一阵间你使过十几万。咩呀，嗰啲全部限量版新款嚟㗎。唉。你而家系咪对我有意见先？买少少礼物你都唔肯。咁即点呀，分手啊。喂，咁你仲咪搵返佢。以前嗰个啊。一路嘅。早有打算。